柠檬水配火鸡面和炸鸡，真的又清爽又解辣。这杯就是我用这个香飘飘 CC 柠檬液冲出来的，一口下去能喝到四种柠檬的味道，还有 NFC 柠檬原汁，口感特别丰富，酸甜刚好，没有那种酸涩的感觉。重点是3块钱能冲一大杯啊，在超市买俩柠檬都要5块钱，而且它这个包装能牢牢锁住柠檬本身新鲜的味道，小小一杯也特别方便，随时随地都能喝到满满 VC 的柠檬水，还能各种 DIY。好了，咱们接着炫。
动。